本节目由李易勤羊杂哥提供赞助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李易勤，今天分享汾河湿地公园。这个地段也是我新发现的汾河最美的一段风景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太原湿地公园。公园的范围是南起胜利桥北一号橡胶坝，北至森林公园西门北侧500米，全长 2.4 公里，建设面积120万平方米，其中水域面积60万平方米，绿地面积50万平方米，由北向南穿城而过，是一个自然景色十分优美的湿地公园，有蜿蜒曲折穿行于绿草林间的道路。公园这里有收费的停车场，周边有花草灌木，既清新明朗又赏心悦目。在这里俯视汾河河道，眺望湖心岛屿，一洗城市的喧嚣，静静体会融入大自然的感受。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欣赏吧。正前方有好多水鸟，我们飞过去看一看。好，我们再次起飞，飞到桥的那面，看看。
景色好美。只有飞这么高，才能看到它的美景。往回飞。